Hello， 大家好，欢迎来到我的频道，我是 Mina。 今天呢，让我们来到东谷来看两个新上市的优质房源。那么今天呢，我们要看的两栋东谷房子都是由美国的 D.R. Horton， 也就是霍顿博士打造的。那这两栋房子价格呢，都是在50多万美元哈。那现在让我们参观第一栋房子。第一栋房子呢是4房2.5卫，2260尺，每尺均价呢是246.9块，占地呢是2792尺，为双层双车库的独栋别墅，建于2014年。那么它呢是比较新的房子哈，可以看到它这一边的设计呢都是比较新的，开放式的厨房连接着大大的客厅，旁边呢是明亮的院子，并且这栋呢它的院子是有景色的。虽然院子占地不大，但是这个院子十分的规整，且外面呢也是景色很好的，邻里的隐私性呢也很好，外面就是绿地和公园。那么在外面这个院子呢铺满了水泥，平时维护起来呢也是非常的简单的。这一栋房屋它的每月物业费为183块钱，地税呢是1.8%，它的学区呢是878的评分哈。那让我们来看一下这一栋户外的公园，就是可以在自家后院看到的，平时呢吃完晚饭在这边散个步也是不错的选择。那么东谷这个城市呢比较新，无论是家庭自住还是投资做增值出租都是很不错的选择。那么4房的独栋别墅呢在这边是很好出租的，这栋房屋呢建于2015年，非常的新，那么出租的机会是非常的简单。这栋房屋附近呢有很多的市区公园，让我们一起看一下其中的一栋哈。可以看到两个非常阳光的男孩子在草地上踢着足球，是非常开心的。那东谷这一栋房屋的地处呢是交通十分便利的，近15号、10号、60号和91号高速公路，而且去安大略机场啊，或者是维多利亚花园呢、都是很近的。那现在呢，让我们来参观一下第二栋房屋。这栋房屋呢位于一个叫做 Copper Sky 的社区里面，它的物业费呢是每个月63块钱。刚才我们参观的第一栋呢，它的小区叫 Copper Heights， 虽然是都是 D.R. Horton 来建的，但是两个房子的地址呢是截然不同的。那么这一栋呢可以看到它的 condition 也非常的好，它有木质的地板在一楼，然后油漆的颜色呢也都是比较新的。那这一栋呢它是4房3.5卫，2655尺，每尺均价呢是216.57块，那它的占地呢要大一些，是3920尺，双层双车库，建于2015年啊，较比刚才那一栋稍稍新了一些。最近呢，我经常有收到小伙伴向我提问哈，说Mina，东谷这个城市会不会很臭啊？听说那边都是畜牧业。其实不是的，那么东谷呢是临近奇诺和安大略，那么奇诺和安大略呢是有一些牛场的，东谷呢它在靠近奇诺和安大略的有一些方向，因为受到隔壁的牛场的影响，可能会有一些味道，但是东谷的好一点地段的市中心是完全没味道的，并且整个城市呢非常的新，城市的街道非常的宽阔，所有建筑呢都很新，那么城市的治安呢也是非常好的，那么很适
适宜家庭居住。可以看到东谷的未来生活空间呢也是很大的。那么东谷的房价呢可以说是从30几万到90几万不等吧。那么30几万呢是有一些联排的选项可以选择，那么40-50万呢也有新房的联排选项可以选择哈。那么独栋呢一般来说是50万起吧，那么有新房的独栋小区它的价钱可能是60-70万左右，那么样板房呢可能会去到80-90万。那么这是目前东谷价钱的市场哈。好了，以上呢就是今天的视频。今天我们一起参观了在东谷市的2栋二手房，50多万的哈。那如果你对这两栋房屋感兴趣，或者是对于美国加州任何房产有兴趣，或者是有问题想咨询我的话，欢迎加我的联系方式跟我进行咨询哦。如果你喜欢我的视频呢，记得关注我的频道。那么感谢收看我的视频，我们下期视频再见，拜拜。